金庸笔下最叫人不舍的爱情故事，银幕上第一对神雕侠侣张国荣。你姓杨，叫杨过，对不对？不知道。哎，翁静晶，那位小龙女年纪很轻，貌若天仙，用青春演绎杨过和小龙女。我不想叫你师父行不行？阿姑啊，大姐啊，那么难听，叫我小龙女就行了。小龙女，跟我来。哎，别走那么快啊，等等我。充满美少年的黄金岁月，是你还是郭伯母杀了我爹？重新回味金庸的经典。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你叫我不要死了，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不会分开的。杨过与小龙女。